餐了。冒着风雨，不到了，狼狈来了。犹豫不决的小姐。里面啊，哦，我本来想问你里面是什么。他先吃他的饼皮，香耶。脆吗？感觉很脆，我有听到声音。奶真的在旁边抢戏。真的很脆，看到吧？你是看看里面的料好了，有起司，然后满满的玉米，然后高丽菜丝，高丽菜丝啊，嗯，然后还有火腿，啊，很近。可是我觉得相对来说那个量没有那么多，没有像你们那么多，还不错吃，但是它的烧肉不是甜的，我比较喜欢就是有点甜甜的那种荔枝烧肉。可是高丽菜真的很多，对，它里面蛋卷的高丽菜味很浓，菜味很浓，真的跟蛋饼的感觉不一样。一般蛋饼应该不可能觉得菜味那么浓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它的肉没有就是沾那种甜点的感觉，而它外层呢非常脆，卡滋卡滋的。看全新品到底要开多久呢？我就是闻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，我脑中有这个味道，但我说不出来，来试一下。是不是一个果冻没有人吃的时候？然后说出它是什么？你看我妈做的，公阿小啊，它是甜辣酱哦，沙沙酱吗？你有听到吗？它刚刚开吃了。张乃正在发呆，有酥，那蛮辣的啊，蛮辣的、哦、我完蛋了，先喝一下好吗？无敌奶茶，听起来就会让我带好喝酸辣的感觉，总要有两个感，废话，因为我们点总要有两个感，打屁话，放进来了，点点点的辣，然后但是你吞进去之后开始辣不夸张啊，我煮茶是卤味比较重的，然后他们的是什么茶味比较重，无敌天奶茶，把辣椒张乃正又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现在在拍影片 OK，